粤港青商会希望能够募集有志青年，共创美好未来。粤港青商会是由18岁至40岁青年人的国际组织，积极发展领导才能、社会责任以及增进友谊的机会。青商会过去几年积极招募有志青年，一同为台湾的未来打拼，创造出更好的环境。青年双手，人类希望。大家好，我是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第56届十大杰出青年选拔委员会总干事王国赞。我们十大杰出青年选拔委员会每年为为国举才10位，今年是第56届，代表有550位是由青商会来推拔出来的优秀年轻人，20岁到40岁。那今年度我们的十大杰出青年选拔已经正式开跑，在我们4月11号已经开始。那我们的截止是在6月30日，你周朝伟如果有优秀青年朋友，欢迎来我们打给我们十大杰出青年选拔委员会，或是找我们青商会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的青商会友都可以来投件。那我们希望可以找到台湾优秀年轻人，从台湾头到鹅銮鼻，到东山、宜兰、花莲、台东，都可以把年轻人找出来。那希望各位来可以来把你周遭优秀年轻人来推荐出来，我们一起来选拔。粤港青商会在慈善公益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为弱势团体创造环境，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小朋友们也有一个能圆梦的机会。而在4月中旬开跑的十大杰出青年选拔，也将在6月30号截止。欢迎各位优秀的台湾青年朋友，能贡献出一己之力，打造出更好的台湾。时方新闻杨云岱、简玉莲，高雄采访报道。